民事正经，台湾人民有信心。欢迎收看《民事正经》第一百零九集的播出。我是成大科中心教授。那今仔日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呢？吼，是这个日本明治维新，交咱台湾医学的现代化。咱今仔日要讲下集，啊，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呢，啊，伊的医学的发展，吼，啊，安尼，啊，伊的成果呢？吼，二一八九五年呢？ 开始推杀对咱台湾过来，啊，咱政界有甲各位报告着，即上界大诶功劳者，啊，就是即、这个啊，向良之安，即、这个日本明治政府啊文部省内底啊啊，即、啊这个医务局诶局长，伊来违反着啊思想垄断的意思咧吼，伊因为安尼去用咧关两年咧，啊，关啊到一八七三年啊啊。 因为这个啊，一八七三年啊，伊个好朋友呢，吼，叫做江藤新平呢，啊，个这个叫做赵尔忠德。中呢，赵尔忠德啊，交江藤新平呢，吼、哦，因两个交啊，这个啊，西乡隆盛呢，啊，关系真好，所以呢，吼、哦，两去听向良之安恭请呢，啊，所以向良之安呢，吼、啊，啊，伊用关两年了，用放出来了啊，恢复到伊个军务局。 啊，兼啊，即、这个啊，医务局嘅局长嘅职务，啊，佮医学校嘅校长嘅职务，但是伊恢复差不多半年尔咧吼，啊，因为即个协协助伊，即个江腾新平啊，即咱将来会甲各位报告即个人咧，伊呢，哦，伊是算《伤寒论》啊，诶，即个支持者之一，所以伫明治期间，明治六年咧，吼，啊，即、这个。 明治六年个政变里底、這個、啊，即个思乡隆盛啊，甲江腾新平因咧吼，全部拢西官啊啊，西官无爱做啊咧吼啊，安尼咧吼，变成讲我即个啊，向良之安咧，恢复着伊诶医务局诶局长，交东京大学医学院诶前身医学院诶校长，要甲半年咧，就煞落去用去用兵起来，啊，去用兵起来了呢吼，好佳哉，接即个医务局诶局长。 啊，交医学院校长是一个叫做啊长羽专斋的南医啦。啊，这个长羽专斋，咱伫这幕顶有啊各位报告过。伊呢吼，伊伫一八七四年来接这个医务局的局长，啊，个这个医学院校长呢吼，啊，从向阳治安所破的制度呢吼，改研究法，就是讲交德国合作，请德国医师来东京大学啊医学院教教课，这个制度呢吼。 改制度化，这个人叫做长羽专斋啊。而这个啊，一八啊，六康年代呢，吼，长羽专斋，伊是去哪个撒去？迄跟咱有甲节目有甲各位报告着，对一八六一年啊，这个荷兰呢派两个啊，这个医生啊，这两个男医呢，一个是彭北，啊，一个是包定，来哪个撒去长崎呢？吼啊，做长崎奉行所所副使。 诶，即个啊，医学团习所的教授咧教日本人，当时欧洲啊诶，啊,啊荷兰的医学啊，即、這个长羽专斋呢，吼、哦，就是当时去即个哪个撒去呢，吼啊，交即、這个啊即两个荷兰的医生呢，吼啊，亲身交伊学习着啊西洋的医学啊，迄阵叫做南医啦，所以长羽专斋啊，咱家归纳是算南医啊，伊南医因为交。 啊，德国的医学是真接近，所以参与专栽啦。伊啊，二一八七一年对着即个苏浙团，哦、啊，咱有讲到一八七一到一八七三呢吼、哦。日本由啊，即、这个日本天皇派啊，延长使节团啊，延长居士啊，传领到啊，即、这个大久保利通啊，佮伊藤博文呢吼、哦，去美国甲澳洲去学习两年。 啊！即、这个参与专载就是对应去参与专载对应去的目的是啥呢？吼，就是要去学习着德国伊的公共卫生交德国个医学，所以参与专载啊，伊交德国的即个医学交公共卫生的制度啊，有诚深的关系。啊！即、这个参与专载离一八七三年倒顿来了，因为伊是算交西乡隆盛无共牌，伊是算交大久保利通共牌。 所以，伊呢，伫一八七四年，才会当因为大久保利通交伊藤博文得势，所以长羽专哉才会接即个日本政府诶，即个文部省内底啊，即、這个医务局诶局长，医务局诶局长，啊，搁来兼即个医学院诶校长，啊，所以长羽专哉呢吼，啊，吾那里即个医学院内底教医学，啊，当然伊教诶是西医啦，伊教诶是西医。 啊，所以伊从德国这套啊啊，这个医学的教育的制度啊，离东京大学医学院终于制度化。所以离一八七四年啊，长谷川在做啊教授了呢吼，啊，搁做这个啊医务局的局长了啊。伊教着真济学生，伊教着真济学生呢，包括来咱台湾啊，这个啊，鼓吹爱。 涉及到台湾中督府医学校的山口秀高呢，吼，就是长语专才的学生。啊，山口秀高嘛是因为长语专才的协助呢，吼，伊才有即个啊，人生开单啊，对這啊，即个算讲奥克纳哇啊，琉球啊，吼，即个啊，琉球遐诶医学馆啊，吼，啊，安尼才过来到咱台湾，这是伊交山口秀高即、這个师生的关系是安尼。 啊，即、這个长羽专宰离明治期间呢，吼啊，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啊，伊哩一八七七年啊，正式成立东京大学。啊，即、這个医学院呢，离一八七七年并入去东京大学诶医学院，所以长羽专宰拢伊来得啊，做这个啊教授了得。所以伊教到真侪啊，交咱台湾有关诶学生，包括咱他讲诶三科小教。 啊，来到一八九五年啊，即一八九五年嘅时阵啦吼，日本因为啊甲午战争啊、哦，镇压清国嘅吼，啊清国马关条约来挂台湾，给日本嘅吼，啊所以日本呢一八九五年要来啊接收台湾嘅时阵啊，啊当时呢啊由即、这个啊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啊带领着啊当时。 即个日本离咱台湾总督府啊，诶，陆军啊，军医部诶部长叫做啊，森鸥外啊，咱有讲过孙鸥外嘛吼，伊是一个大文豪，啊，伊是一个军医啦。二一八九五年，年六月呢吼，啊，来到咱台湾啊，新埔边呢，还佫有带一个军医啊，叫做边野生啊，哈嘛咯，诶，边野生呢啊，一八九五年过。 啊，因为孙罗外啊，伊是做啊，即、这个陆军诶啊，医务部诶部长啊，所以来到咱台湾呢吼。日本因就知影讲，当时啊，一八七四年来拍牡丹社事件时,的時候，大部分诶日军死亡，拢是因为啊，即、這个啊，咱台湾真侪即个啊，马拉利亚啦、鼠疫等等遮个问题，所以讲日本。 来咱台湾，一八九五年六月开始，伫台北市展开市政事呢吼，开始施政的时阵呢吼，过四日就在，就是伫咱啊大稻埕咧，造一个民间的厝呢吼，啊来开一间台台湾病院，所以咱台语讲病院，这是日语啦，啊，日本人呢吼，用这个表音病院。 啊，所以咱台医才会讲病医，无你若是用中文叫医院吼，医院就毋是病医啊。所以咱台医咧讲病医，就是日本话。在一八九五年呢，伫大稻埕呢，有十个日本医生，啊，二十个护士呢，吼，啊，个药剂师呢，吼，就开始展开当时台湾总督府内底哦，台湾病医。即经台湾病医呢，后来改做台北病医呢，吼，啊，就是变做进台湾大学。 啊，呼吸病医的前身第一任的院长，就是这个边野生啊。啊，这个边野生，就是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边野生就是东京大学啊医学院毕业的。吼。啊，当时来做咱第一任的这个啊，台湾病医的院长啊，展开着台湾当时开始公共卫生医学治疗即个业务，就是伫深海外的指导之下，由边野生开始。 啊，所以毕野生呢，吼，嘛是东洋大学医学院毕业。啊，即个毕业生过来咱台湾了，吼，伊收一个啊二囝嘞，吼、這個，即个二囝啊，冰野米士郎，咱哩这部啊，作早以前捌甲各位报过过，所以啊，冰野米士郎呢，就是即个毕野生诶二囝。啊來，来即卖了一八九六年呢，啊，日本即个山口秀高啊，啊。 伊有那东京大学医学院毕毕业，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呢吼，所以伊的德语也非常好。所以山口秀高呢吼，伫一八九六年啊，因为伊交鹤藤新平的关系，啊鹤藤新平当时咧做日本的这个啊医务局的顾问的吼，啊因为鹤藤新平的关系呢吼，伊拿调过来台湾呢，哦来接任着。 啊，并也算做第二任诶台湾白衣诶第二任诶议长嘞吼，咱先歇困，后遐则继续来甲各位做报告。欢迎邓爱民时最近的现场，咱头拄啊讲到。 一八九六年呢，吼，即个三口秀哥呢，吼，因为啊参与转载的介绍啊，伊伫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了，去奥克纳瓦呢，吼，做遐诶即个病院的院长。啊，伊伫一八九六年啊，因为伊交福藤新平的关系，所以呢，吼，福藤新平吼，我伊调过来咱台湾，接到毕业生。 来做到咱台湾病院的第二任、的一张三口小高。啊，这个三口小高来到台湾了，伊就看到咱台湾哦，鼠疫、马纳利啊、霍乱、哦种种的病真多，所以讲伊呢，就想到伊的乌克兰外吼，是用病院来得护射啊，这个啊医学的传习所。 三克秀哥呢？吼，离屋企那话，伊是离病院内底，负设这个医学的传习所，所以伊就安尼主张呢，吼，讲离台湾呢，吼，就爱来培养台湾人，吼、哦，来做医生。啊，一开始呢，吼，带这个啊，台湾病院内底啊，负设着啊，咱医学的传习所，迄日本文讲来真歹听，叫做土人医学传习所啦。咱台湾人、日本人，甲咱叫做土人啊，吼、哦。 啊，即、这个三克秀哥呢，吼，伊安尼做了，但是当时呢，吼，迄阵的中毒耐木去点，啊，甲追亚尊呢，吼、哦，无赞成，所以讲伊呢，吼，伊的个性啊，受到啊，即、这个啊阻挡，啊，但是伊阁无失无私心，伊认为台湾医学绝对爱啊传授台湾人，吼、哦，学习着医学，所以呢，吼，即个你。 啊！一八九六年，山口秀高来做医疗了，啊，啊来申请日本国会，啊来批准的吼，啊，五谷生会当带台湾啊，即、這个啊，病院内底附设啊，医学团习所，啊，日本政府二一八九七年呢，吼、哦，来啊通过即个五谷了啊，二一八九七年开始，伫团习所招咱台湾囡仔来教学，啊，山口秀高安尼了呢，吼、哦。 伊还阁无死心，伊阁走返去日本报告业务诶时阵呢吼，阁去找后藤新平，伊甲后腾新平报告讲呢吼，用即个病于附士医学团习所呢，要无到你台湾来培养即个人才，落来咧设一间台湾总督府护士医学校，安尼才有教力就对了。啊，但是即个意见离日本甲后腾新平安尼报告了呢吼，还阁无进展，落来到后腾新平吼。 伫一八九八年呢，哦，来咱台湾做民政局长了。啊，何腾新平过來台湾做民政局长啊，啊、哦，因为迄阵哦，诶，这个啊，中毒咧吼，等于实权拢放互何腾新平，所以何腾新平来台湾了，看看讲，嘿，安尼三国小搞讲啊，够有影，要带咱台湾总督府啊，设一间啊，这个中毒府的医学院。 啊，来教导台湾囡仔嘞吼，互因会当读医学，啊，摕着大学诶学位嘞吼，从日本真济啊东京大学毕业诶学生嘞，吼、哦、来遮做医师诶，啊有教授资格，到即个医学院内底来进行教学，所以即个三口秀高啊，伊安尼推荐，受到福藤新平诶接受呢吼、哦，所以咱台湾众多府医学院诶。 才有法度伫一八九八年呢，来正式来设立。啊，设立了，加入诶学生或者呢，包括罗河哦，啊罗河拄啊，咱最近呢吼，咱今年哦七月到九月呢吼，有一个啊台湾新文化运动。啊罗河当时呢吼，伊伫日本时代呢吼，伊虽然是医生，但是伊真有才华，对即个文学哦台湾的本土文学。 我啊有真大个贡献，所以最近呢吼啊，咱、啊、台湾啊，二七月到九月呢，有一个啊，罗分段云啦，即罗河伊个尊受啊，叫做啊，即、这个分段云个尊受哦，诶，即个纪念活动，所以即个罗河呢，就是三口小高的学生，啊，唔是敢若罗河尔，佮包括吼大、哦、聪明啦，吼啊，即个哦。啊这个哦 汉朝全遗书啦，吼、哦，顶顶只呢吼，咱哩节目有甲各位报告过，咱哩日本时代，作者啊，台湾籍啊，的领袖呢，拢是台湾总督府医学院所毕业啦。啊，即、這个三，即个三口秀高所主张建立即个台湾总督府医学院啊，离即个一九零一年啊，哦，阁有一个机会，就是第二任的校长咧，叫做高木有基啊。 这戈沫有基呢，吼，我也是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伊伫一九4一年呢，霍藤新平对日本界拜托过来台湾，是啥物代志呢？因为一九4一年啊，咱台湾发生乌斯病，对安平开始乌斯病非常严重，所以讲霍藤新平来做民政局长第三年尔。哦，这个黑死病真严重呢，吼，所以霍藤新平那对日本拜托。 高木有之啊，讲你要过来台湾帮忙处理这个黑死病的问题，因为含一个病院嘅院长，家己做医生，就因为黑死病鼠疫来死亡，所以高木有之攞安尼过来咱台湾。二一九零一年，当时这个鼠疫啊，敢、哦、若死亡有记录嘅三千人以上啊、哦，包括日本医生、病院院长来死亡。啊，高木有之过来了呢，哈、哦，后藤新平啊，二、哦 一九控二年啊，我拜托伊讲，你该当来接任啊，一、这个啊三口小高啊，来做第二任诶台湾庄拓富医学诶校长。啊，教务有志接了，接了呢吼，伊、哦、这个人对咱台湾诶医学诶推展吼，医学教育诶推展，会当互咱讲真感动。伊呢吼，主张台湾文化，啊未使禁止啊台湾人。 会无语，所以高木有知离咱啊，这个台湾总督府以后咧做好事的时阵啊来尊重着咱台湾的母语，啊，尊重着台湾的文化，所以高木有知咧做好事的时阵呢，当时啊，啊，离一九啊一二年左右啊，当时的总督啊，要来掠大聪明，吼、哦、啊，姜尾嘴，啊个六和赢家。 因为即个台湾囡仔医生啊，即台湾人读医学的拢是咱台湾人的人才，所以展开着台湾啊，即、这个啊本土的运动的吼，啊要主张啊台湾主治的吼，啊所以台湾总督府啊，的总督啊，伫一九一二年啊，要来台湾总督府医学院啊，要来掠即个学生，啊即、这个教务有资咧吼。啊 竟然敢交台湾的总督对呛？伊讲呢，这是学术的主题，我台湾总督毒以后来得，你总督啊，袂使派人来遮列人。遮学生是我的照顾，所以高木有之呢吼，敢去为着台湾囡仔的本土活动去得罪啊，当时的总督啦。所以高木有之，伊对台湾的语言民主化活动、本土化运动。 积极只学生，包括多聪明哦，啊，个怎会水啊？因只个啊，民族主题活动诶学生呢，尽到伊保护诶义务无大紧诶吼，佮、啊、推搡着咱台湾诶医学。所以，离即个教务有之啊，离咱台湾啊，哦、啊，推展只医学个教育啊，过几年了啊，只个学生多聪明，怎会水因呢？未来听三口秀高啊！ 哦、叫啊，交高牧有之啊！嚟台湾大学医学院啊，来、哦、啊，设雕像啊。即、這个高牧有之讲袂使，你说设三啊，三口秀高诶雕像著好。啊，但是遮诶台湾囡仔咧，甲高牧有之讲，讲你若毋设三口秀高，阮那无法度设，所以两个爱拢做伙设。所以讲啊，到尾啊，高牧有之啊，才来接受着遮个台湾学生诶。 清湾嘞吼，这里台湾大学诶医学院啊，吼迄阵抑个是前身，一个中道夫医学院啊，吼、哦，采即个高木友之交三口秀口诶雕像来改做纪念。啊，即两个人诶雕像啊，离即个国民政府一九四五年来了啊，啊，去互国民政府改拆掉啊，叫拆掉了，到尾啊，啊，国民政府啊，过一段时间了啊，才个由于惯俗嘞，个个找到倒来即个雕像。 所以教木友枝伊对台湾是优先，所以当时有人甲问，是安怎哩？台湾所出世嘅日本人叫万生啊，伊嘅诶，即个学术嘅表现，哦，各方面拢无台湾囡仔好啊。啊，高木友枝就甲因讲啊，讲，嗯，啊，即、這个咱日本嘅家长都拢教育到，只系万生讲恁较优秀啊，台湾人无优秀啊。其实台湾人当然伊就变成哦无聪明啦。 所以，高木有之呢，吼是对台湾真优先啊。来接任到高木有之来做中都医学校的校长，叫做啊，绝奈次雄啊。即前头前更有个有几个较无经历到。即、这个绝奈次雄，伊毋是东京大学医学院，这是少数啊，毋是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即绝奈次雄呢，吼来做中都医学校的校长啊，做前古啊，做前古啊，来到一九三六年呢。 就是一个小田俊郎啦、啊，即、這个小田俊郎啊，是即个蕨类刺雄的竞赛。啊，小田俊郎伊哩啊，即、這个庄独医学校啊，佮哩一九三六年啊，即个台湾大学啊，叫做台北帝国学大學大学成立了伊的医学院。所以台湾庄独医学校哩一九三六年呢，专做啊台大医学院呢，啊,代代啊小田俊郎就是伫遐咧格莱科，啊伊的同事来对。 包括啊，深奥土你教解剖学外科，安尼呢？各位你甲看,看，咱今日所讲的这些人，无论是深奥兔小田俊郎、高木友之、山口秀高，拢是东京大学医学院所毕业的。所以，使得咱台湾日本时代的医学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对德国所的现代医学在台湾实施，台湾受到這些教育，安尼 建立了咱台湾医学的制度，咱台湾真正有建好的医疗制度，包括最近咱政府要来对即个长照失能的人呢，派家医去甲人照顾，建好的医疗，医疗的基础就是伫迄个时阵建立。感谢各位，即礼拜收看，下礼拜咱就继续。